各位好，欢迎再回到《无私日文如何快速学会日文》的分享系列。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建议呢，我们的学友呢，设法呢把一流日语的课程把它修毕哈。因为一般来讲，要学到这么高雅的日语呢，它需要有相当的日语能力才可以。那一般很少会达到那样高的日语能力，所以这个课程一般是修不了的课程。可是无私日文学友，各位呢很快的会会合格一级。那 一流日语这个课程呢，我们全部用日语在解说日语，没有任何汉语的解说。OK，那因此呢，这个一般来讲是没难以听这个课程的。可是各位因为已经有办法这样，已经很快就学会一级了，所以变成了有办法上这个课。那一流的日语哈、哦，这个内容它的呢学习的人呢，其主要其实是在日本的外商的这些高阶主管。 因为高阶主管代表公司，为了对外跟日上来往的时候呢，也能够呢，不要太失礼哈，能够讲这些高雅得体哈、不卑不亢这些日语，所以呢，高阶主管的公司呢会出费用给这些高阶主管来参加这样的高级的课程。那这个课这个课程一随便就超超超过台币二十几万、二十五六万的课程，而且你讲完之后也没有办法，不像我们的课程讲完之后还有这个。 快速这个全自语的快速哦记忆的方式呢，或者全自语的课程呢，协助到大家来记忆，也没有这么完备的这个教材了。那各位学友既然有能力呢，修到这么高的程度的日文呢，我们建议呢，早日把一流日语学完。那这个在我们另外有一个赴日就业的这个分享，刚好是因为有谈到有学友呢，他 N1 合格，然后再找到。 不错的工作之后呢，他知道他自己要需要更高阶的日语能力。刚好呢，他写信来问的时候，我们一流日语也开发完成了、哦、所以我们有推荐给他。因此呢，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哦、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有关于一流日语的介绍。那同样的呢，要知道我们的分享或者课程呢，就进入这个分享系列、哦、那有图像式也可以搜索罗列式也可以了、哦、用罗列式来搜索好了，我们。 这里哈啊，这里有一个放大的版本。我们在这里哈一流哈，我们看一下一流课程。这个刚才已经输好了，好不好？直接查一下。OK，那这些都是有学习这个一流课程的学友哈，请各位看一下哈。比方说像这位二十九岁一百一十一分呐、啊，那他是怎样呢？有参加一流班的学友，累积听课差不多五百小时而已。五百小时一天，如果听课哦，假设是就业中啊这个待业人士的话了。 如果假设一天只听五小时，大概一百天呢？一百天的话，大概三个月。如果一天听七个小时的话呢，那就更快了。那差不多这个两两三个月已经呢，足以达到 N 万的实力了。传统教学很难达到这么快达到，因为传统教学主要是用记忆的，他很少探讨日文的设计原理，到底日文是怎么样被设计起来的。那事实上，很多传统的所谓日语教材，如果各位注意看的话， 他的第一课应该是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Good afternoon。然后历史也是不可的日文版，所以那些教材事实上啊，哈，根本不是真正的日文的教的课程，而是的课本，而是怎样呢？英文版的日语教材、啊、那或者像这一位一样，这是这是一位妈妈哈，这是一位妈妈她每天只能利用小孩子睡觉的时间，啊，哄他睡觉之后再起来，自己读个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这样花了一年的时间呢？半年的时候先过了 N two，一年的后过了这样，过了 N one 那一样哈、哦。这一位是二十九岁，这一这二十九岁，这一位是四十岁哈、哦，都是参加一流班的课程。OK 好，那或、哦、像这位也一样哈、哦，他不到一年哈、哦，他这个 N one 级考到一百四十二分呢 OK 一流日语种种哦。OK 好，那像这个哈、哦。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直接来看一流班的这个的序呀哈。这里还有另外有课程学习要领，各位自己再找时间点选进去看就可以。我们来看一下一流日语哈，它到底教哪些东西哈？在日本的食物界里面，他用了很大量的敬语，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些敬语呢，能够充分充分的展现自己的专业跟涵养。那 尊敬对方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尊敬自己啊。OK，那即使是这样的日本的名门大学毕业生呢，哈，他要把这个一流日语讲得真正好，他也要自我要求，要去留意，因为这个有点像说，呃、哦，贵公司啊，贵方啊，哈，那 B 公司啊，哈，或者这些呢，很多这一方面的用语，如何能够很委婉的表示拒绝？OK，那刚好呢。 我个人以前刚好有机会呢，在这个日美合资的公司工作过，也刚好有在纯日资的呢这个日本的银行工作过，也曾经在日本的瑞瑞士的银行、欧商这些工作过。那要托这些我们的这些同事的福啊，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就在坐在你桌子旁边的哦，讲电话的时候、会议的时候呢，哦，或者跟内部人员讲话的时候，都是用的很很适当的。 很得体的这些日语在沟通呢，耳濡目染，自己当然就这样呢，越来越了解呢日语的食物之美。OK，那这个绝对不是说学日文或者留学日本就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日语，因为一般呢在学校里面呢哈、哦、是不需要讲到这么高级的。OK，那、呃、因为开发出来了，我个人一直就认为说这个课应该开发出来，虽然它将会取高和寡，可是这个对于真正需要的。 学友来讲哦，将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这个课呢，我们是用全日语，全部用日语。这个课没有汉语解说，所以一般的不是无师自文的学友哦。那不是这样一路我们所教过来的学友，他要参加这个课程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OK，那如果是无师自文的学友，他因为是从头一直从零一直教到一级，这样一上来，他将会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够学这个课程。 而且呢，由于男女的敬语用法不同，所以呢，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很奢侈的呢，同一堂课里面有男女的双讲师。这个在我们 YouTube 的实际的课程试听，各位可以点选看看哈、哦。那那两位老师啊哈，一位哦，这里面有介介绍哈、哦，都是有正式日本国家资格的正式教师的资格。OK，那其中的那个男性的这位主讲师啊，他是怎样呢？ 他在进入实实物界之前，他是这个日本名门早稻田的文学系啊、哦，这个英文学系，事实上是日本文学院里面当中最高分的就是英文学系啊。OK，那他自己本身也是日本的哈、哦、升学高中的这个英文教师。OK，那他在进入实物界，他到后来后来后来，那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教的敬语，当然就是很高雅的敬语了哈、哦。各位可以。 因为敬语本身、呃、几乎是在，如果你真的听日本人在过招的时候，会听得很愉快，哦，尤其哦，包括日剧也有。如果是真正银行的董事们之间，哈、哦，不是在勾心斗角的那些剧情的时候，哦。是在谈生意的时候，各位将会发觉那个日语真的是很高雅的日语。OK，或者你去听这个重要的演讲，哦，那我们也发觉主讲人所讲的敬语呢，都是相当高雅得体的。 那尤其在接待的场合啊，在这个应酬接待的场合哈、哦，如果比方说双方的银行要合作哦，或者要有什么大的契约的时候，双方的头头都出来的时候哈，那可以知道可以整个过程所用的敬语都非常的高雅得体。那这个课里面呢哈，我们包含了企业的敬语啦、商场的礼仪啦哈，如何获得好果好好感，还有一些禁忌的用法。 种种哦，都把它全部放进去了。整个算起来五十三万多字嘛，好像五十三点五万字。五十三点五万字，因为没有办法听一次就会有、哦、没有那么厉害的，各位可能要听得到四次到五次，才能够真的舌头变成那样，一听马上自己的舌头可以转得动。那五次的话算起来两百五十万字，那加上前面的智慧倍增有大概四十五万字，表现达人也大概五十三万字，那智慧高手有八十五万字，这些。 加起来的话，已经快要两百万字。两百万字，各位如果听五次的话，是一千万字。好、哦，用这样的呢，很大量的训练呢，我们不需要像那个传统教学，他可能要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办法达到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是吴思润的学友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程度，哈、哦。那这个尤其呢，以前旧日检旧日检，新日检又来后来又比较偏向都是文学日文，哈、哦。 但是现在已经新日检逐渐转向这个实物日语。那近年考题里面，我们发觉这个实物日语的考题有在增加哈，或者在这个读解的选择题上面，或者在尤其在听力的上面，会明显出现呢实物日语的分量在增加。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的现象哦，以前就日检太偏这个文学日语了。 哦，当然这个没办法，因为出题的人本本身就是日文的专家，所以大部分啊日文的专家，当然大部分都是学日文学毕业的，哦，以日本的整个日本的国文学的，他确实比较偏文学日文。那新日检之后，食物日语有增加了，所以呢，这个而且再来呢，日本人一生都在接触日语啊，哦，那我们到日本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随时哈、哦、电话拿起来，整天呐、啊。 都是敬语，那越了解敬语，将会越了解。立敬语是一个高度的 I Q 跟 E Q 的一个综合体。那这个越了解敬语的话，在看日文的其他书籍的时候，或者看日文很多访谈的时候呢，就越能深入了解呢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哈，真正的意涵。OK，那可以调数的关系、啊，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学友在之前我们看过嘛，我们的。 教材是达到连一个逗点都怎样呢？这、就是我我,我们的教材哈、哦，我们的教材是达到连一个逗点都能够怎样呢？精准分析啊。像这个逗点颜色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之前说过，我们的课程的进行当中呢，我们会协助学友呢，各位要去练到怎样呢？连一个逗点都能够怎样呢？知道这个逗点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东西？好，那因为我们是这样在做的关系，所以。 各位呢，即使呢速度逐步的调高哦，他把讲师的速度调到一点五倍，各位还是能够正确听听懂。那人的脑袋很好玩哈、哦，如果只是习惯音点一点零的速度，人的脑袋就就懒惰了，永远就是习惯一点零。可是我们呢，利用高速下去刺激之后，人的脑袋也会活化哦。这样在做这个日语的听力，即使在做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也这样比较能够及时的应答。那。 真正绘画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应答哦 OK，那其他这些，各位再把它看一下哈、哦。这个五十三万字啊哈、哦、，A 四的东西六百四十六百四十页，四十四堂课，每堂课一三十三分钟啊哈、哦。那因为我们的课程不包含写黑板、擦黑板的时间呐、啊，所以呢，同样我们的课如果同样六十分钟的话，它绝对轻易超过传统一小时的课程的的的内容，因为没有写黑板也没有擦黑板的这些时间，好、哦、是十足的内容。 那这个课程哈，这个绝对不止啦，绝对不止轻易招。这个如果在日本自己，比方说代表台湾的公司去日本，然后要请人来，人家来教这样的课程，绝对不是花这个这个钱所能够解决的事情。OK，那其他的哈，这个关于这个的 Q A 啊，哈，好，这个里面也有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再去看一下哈。 哦，这里面有请各位看一下。那这里我想一个哈，我们也来看一个之前有提过一个东西。我想我，我我再打一个字，应该这个会知道哈。这个有修过我们日语绘画的课程的朋友哈，他真的会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享受日本人的说话艺术。敬语真的是享受日本人的说话艺术。OK，好，那。 像这一位是另外哈，他认为这样呢？日语话真是一门艺术。那因此我们建议哈，无师日文学友的话，因为各位有这个能力哈，来来学到这个一流日语，所以呢，把它学好，这个在各位的以后的日语人生上面呢，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个人因为深受其益哈，那所以呢，把这个课程，这个课程讲的能够学的很少，开发这么高级的课程绝对曲高和寡啊，但是呢。 对学过的学友来讲，会有一定的帮的协助哈，所以建议各位呢，反正这个不要多少小时嘛，这个总共才五十三万至四十四小时，各位再花听力的时间听一点的话，应该一百多小时内可以有相当的帮助了。那而且它的前提是建立在 n 万的实力之上，所以这个课程修完之后会有很大的帮助。OK，我们就关于这个一流日语，我们就简单的呢分享到这里，谢谢，再见，加油。